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大师 Home， 进行第八幕吧。风姑娘，我的头，我的头好痛。风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奇怪，不知怎么的，头就好痛，痛得好厉害。风姑娘样子有些奇怪。云公子，咱们还是先回他回客栈休息再说吧。上官兄，劳烦你去跟掌柜要个房间。仙羽前辈，建议去药铺抓几味清心醒神的药，咱们回头客栈见。嗯，就这么办。风姑娘，趁着点，咱们这就回客栈休息吧。我现在好多了，真对不住，那么两人在这里看过我一整天。别在意这个，你没事就好。我只是把脉下方，没出什么力。倒是殷公子担心的要命，这几个师生来寸步不离。你要谢的话，就谢他吧。没这回事，我只是没地方可去，就索性待在这里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是多谢你们。对了，紫风姐姐，你先前帮我把过脉，可有看出我身上有什么病症？像如此忽然头痛欲裂，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过。我也看不出来，你的脉象平稳，不像是生了什么病。不过，风姑娘，你的体质有点异于常人，你身上的阴气很重。名字内蕴属阴，不是本来就如此吗？话是没错，但阴气强弱却因人而异。有人天生阴气特盛，有人只是阳盛阴衰。不过阴气像风姑娘如此重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阴气过重有何不妥吗？所谓阳通天华，阴结地象，阴气重的人容易吸引鬼魅痴往，也容易沾染邪气妖魄。风姑娘，我想你这病状多半和妖气有关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宋王大哥怎么了？话说我白天和仙羽兄在茶馆喝了一肚子茶，结果睡到一半内急，只好起来小解。哪知我一出客栈，只叫城里一片鬼气森森，四周竟然只像狗吠虫鸣，实在很不对劲。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多心，回房拉了仙羽兄一起出去看看。结果呢？路上大致半个人都没有。我和仙羽兄敲了几户人家的门，结果全无回应。我猜他们不是全睡死了，就是全部都不见了。我们越来越觉得不对，所以决定出城看看。结果走到出城的路上，路上到底怎么了？说来奇怪，路上像伸出了看不见的墙壁，怎么穿也穿不过去。仙羽兄这必定是什么妖法作祟，要我找你们一起去看看。竟有此事！听上官兄这情状，我想多半是有人在城里施用地缚禁制。不过此类禁制会因应地脉阴象而散发大量邪气，可能不引起别人注意。等等，莫非是紫风姑娘？你想到什么了吗？我明白了，那人心思道巧，利用白日阳气最盛之时行仪施法，才能辨不易察觉有异。但风姑娘体质对邪气甚是敏感，那是受到行政的邪气所击，因此才忽感不适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可是光天化日之下，日光会逐散鬼气邪魄，那人却要如何行使妖法？我想他必须是国泰阳光所不忍及的地下魔处，在太原城中应该有什么地窖密室之类的，咱们快去设法将他找出来，查清楚到底是谁在弄鬼，不然满城百姓竟无声息，这可不是等闲之事。咱们快去彻查城内各处，揪出那个在暗地里作怪的邪徒。风姑娘，如果孙子不是的话，就先留在这里休。我早就没事了，殷大哥，咱们就走吧。就在那个，我记得在井那边啊，我只是想走出去外面看看而已。好，井不在这里吗？不是井吗？
是我记错吗？哦，我知道我走错了，在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请在这里啊。这景似乎有点可疑，等等，就是这里，有些好像在这里做法。我感到这景中透出阵阵妖气，对方应该在这里不会错。好家伙，原来是躲在这种地方。即使如此，那非得下井一探不可。就由我这沿着井壁下去看看有什么密道、暗门之类的。我从小就是只皮猴子，爬上爬下惯了，这种水井可难不倒我。那就有劳上官大哥了。这就包到我身上了，我去也。好重的煤臭味，不过我倒没想到井壁上真有暗道。大户人家为了保密防灾，竟有这种逃生用的小密道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只是这地窖破碎成这样，看来是很久没有用了。对方专挑这种不会引人注意的地方做法，也算的是高明。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家伙在这里弄鬼。风姑娘，等等。对方并非庸手，大伙还是不要单独行动为宜，咱们下去吧。我还倒是谁会找到这里来？原来又是你们，鬼老头，上次的账还没跟你算，有种的这回就别逃了。老夫设下这个三阴冥幻阵，本就是不想让任何人活着离开。不过既然你们查到这里了，当然就先送你们归天了。邪影诸神，小女子也曾听过阁下的大名，听说你阴狠狡诈，行事必经深思熟虑。以此看来，你大费周章设下此阵，不会只是为了困住我们吧？这位姑娘果然是明眼人，就告诉你也无妨。老夫前几日便已发现你们来此，恰好主人查到蚩尤果还就在附近，命您黄丹英前去发掘。老夫料到你们并会前来阻挠，因此结阵将你们困在此地，准备稍后再慢慢料理。蚩尤谷还就埋在附近，莫非是在幻幽谷？一猜就中，姑娘刚真是有天人之慧，佩服佩服。原来如此，这鬼老头只是要拖住我们而已，需哥赶快解决了他，再去阻止丹音发掘蚩尤谷遗骸。殷大哥，这冥幻阵具有阻隔之能，我们无法入阵对付那鬼老头，不过他也一样不能对咱们动手。等解决他招出来妖魔之后，咱们再设法破迷幻阵。就这么办。等你们解决老夫这小厮，老夫再出来陪你们玩玩。第八幕杀阵。好，这一关右上角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具在这里，这边一定要去拿，要去拿天河朱砂。剩下的倒是还好，然后还有一个是。要在20回合之内击败诸神。看一下啊，哦，可以召唤的。好，我们这次要召唤灵武出来帮我们去捡那些道具。OK。好，因为这一关不能开玩笑，所以这关要打的速度肯定要快一点，而且还要抢宝物。右上角的宝物有天河朱砂，这是一定要拿到的。所以我们先派风寒月召唤我们的召唤我们的灵武，我应该没念错吧，灵武出来吧。然后灵武是无法得到经验的，他的经验是固定的，他要跟主角一起走。120，然后带灵武只是为了那个去拿宝物而已，就这样，没有别的。看一下，聚个气好了。
然后先与超先拿右下角这一个轰雷斧，其实轰雷斧也没什么用啊。这样好，女妹要先解决，然后这一关要在20回合内把朱胜给击倒，而且要由我方人员击倒他。中间的怪物好像暂时不会进攻，应该了。等一下，好，用它过去，雨妹会杀到，会抢到经验值啊。不然这样好了，这样好，我们试试看这样会不会比较好，就是让灵武去打他一下，应该不会打死吧，打死就算了哦。好，风寒月金剑平跟风寒月走在一起，仙羽草、紫风，三公园走左边，好，就这样。我记得我方人员站在宝物上面攻击敌人之后是可以捡宝物的，不要打死呢，不要打死呢。哇，还好还好，灵武受伤，主角去帮他补血也是有经验可以拿的。王丽，你不可抛弃。不过灵武在后期的攻击力就会很弱了，不会太强，抢不到经验值，所以前期还是会抢到一点经验值啊。好，然后存档，仙羽超，好，先站这里，然后给上官一人攻击上面这只。可以，对，没错，我可以捡。风魔神道，哦，我已经耗掉50的法力值了。那这样好了啦，我直接去砍他好了，这样比较快。然后灵武一样继续蓄气，然后硬件瓶上来。砍尸虫，好，经验真少，吃点火筒，好，其实也是蛮痛的。升级，好，应该不会死吧？
很难说哦。哦，还好还好。哦，被打这么多滴血了。还能接受了，然后零五直接冲到右上角了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右上角五个宝物，应该可以捡完了。我觉得紫风走左边好了，因为左边有一个武器是给紫风拿的。看一下，右边两只不太够，仙羽超跟上。OK， 然后三方眼把它干掉。我觉得要引一下尸虫过来。啊，站这里。好。这应该可以吧，然后硬件品的话嘛，19 20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再撑一下，硬件品应该可以挡一下吧。 OK， 打不到，好，直接蓄气啦。哎，没打死，蜂王月只能再放三次法术而已，小心用。31滴，仙女超要让他多打几次，那现在经验比较少，等级比较低啊，19 75。先把这个尸虫干掉，赤焰火虫，怎么那么多赤焰火虫啊？嗯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再挑东西。看不出来，你们还挺有一手的。好，那这个怎么样？邪焰鬼。吸血精猎妖怪嘛，有意思，来吸完这一身手足斗的血吧。哇，零五快走，我想一下，走这里会被打吗？走这里好。这样，左边只靠紫风跟三光血打得死吗？打不死欸，没打到，哦，仙女超猛哦，一刀，杨之正76，好，先补。
后我们也不能打太快，因为零五要拿所有的道具。三公园，两个人打比较痛啊，是这样的。OK， 先这样。又是赤点火筒，他们吸我血吗？没关系，我们仙女超一样蓄气，可以扛住吗？算我不要赌，直接补好了。啊，用七月之术就好了。好，哎，还有，好，风寒月虚气，57滴。是故意让仙人烧在那里的。我要说是竟然直接来打三公园，找死哦！想说那妖术师补血的，因为妖术师如果留一只下来，然后一直帮诸神补血，哎，我们可以练经验值哦，然后要在20回内解决它就好了。其实这个选择还蛮不错的。嘿，如今看来，你们的功力好像又比黄石总一战时增进了许多。好，老夫就陪你们玩玩。来吧，让老夫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少斤两。咦，这里怎么乱热闹的？看来老子来的迟了，可惜可惜。咦，怎么进了？竟是遇到些熟人，一个是正九小伙子，一个是食草鬼朱胜，有趣有趣。应该这样配比较好。不信老通，怎的你也来了？太虚金仙啊，老太婆，算到你们今天要在这里弄鬼，有钱来处理。老子我本来在终南山想千斧去给你们累的赶来这个鸟地方受罪，这也一并算在你诸神头上了。哼，原来前辈是仙道中的，真是失敬。哈哈哈，好说好说，小子你慷慨正交，老子很诚意这个情。这样吧，诸神老鬼就交给老子对付，算是欢迎这正交之恩，如何？不成不成，我们已经打了半天了，前面以来才来捡这现成的便宜，这可不公平。小姑娘说话倒是有趣，那你说啊，怎样才公平？老前辈，我们不妨赌个东道，看谁先解决那个老鬼朱胜。有意思，这比瞎打一顿有趣多了。赌注呢？这可简单，如果是你赢了，林大哥的鸩酒之恩就一笔勾销；如果是我们赢了，那你给他答应我们做一件事。做什么事？这一时三刻还想不出来，等以后想到再说如何。哈哈哈，小姑娘有趣的紧，在火车王位之中敢和我不进散人打赌的，你还是第一个。老子根本赌了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。前面这话大伙都听到了，可不准反悔哦。不反悔不反悔，这场赌注老子是赢定了。朱胜，老子来也。可恶，竟敢拿我当赌注，实在把我朱胜给瞧扁了，今日就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，给我杀！讲一大堆废话，好。然后道具要赶快捡。
拜托啊，不见闪的你走慢一点啊。好，好，刚忘记录。好，先这样。然后让三官员去拿左边的好了，左边的那个道具。然后要素师不要打，其他照打。然后他要封印就封印吧，没差，让他封。就这样，凝骨蓄气，蓄气，不要打要素师。69，应该撑得住啊。哦不。阴剑皮麻痹，尴尬。啊，诸神会行动！糟糕糟糕，那这个这样子的配置不太好。嗯，好，我们重来一次。